我一个烤肉面包。一个烤肉面包。对，一个。都订好，回家都订好。哎，好好。好，那你要叫什么吗？订单几次？哎，不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娜娜面包，招牌烤肉，像一颗炸弹，这么大。左拉的娜娜，他们有自己的烘焙设备，所以有在单卖面包。面包，单卖面包一个是30元，可以带回家自己再用烤箱稍微烤一下。哎呦，外层很酥脆。里面的面包有嚼劲。有白萝卜和红萝卜。是烤肉，烤肉是红红的，外皮很酥脆。还有小黄瓜，有嘉义的人还特地跑来这边买回去嘉义吃。这个面包有上一些芝麻，白萝卜和红萝卜是酸酸甜甜的。烤肉和烧肉的不同是在烤肉比较厚，有嚼劲，烧肉是比较软。
大一颗有饱足感，烤肉也是非常的多，是当地人的爱店。